混蛋！硕大无比的黑洞，多神秘！张峰跑了，你可够黑的。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来啊！对对对，全部开枪验货！我要灵魂！你死了，我现在就是个罪人。我这次是免费辩护，你太天真了，犯的可是死罪。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是。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屁已经放了。为什么呀？事实的真相。什么叫犯法？谁让你们去的？想拿我的儿子开刀？这帮王八蛋！没看错。不是。张峰就是到了阴间也能记着你那点仗义劲儿。我觉着咱们天都市能跟我张峰有一比的也就俩人，你算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谁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聂明宇。谁？聂明宇。哈，哎呀，我说刘队，咱们别来回来去的绕弯子，啊？谁跟你绕弯子了？哎，你为什么抓我？我心里清楚。我能不能从这儿走出去？我心里也清楚。我说干脆啊，你给我来一痛快的，我给你来一痛快的，怎么样？这话怎么讲？哎，咱们就来痛快的呀。你也不用问了，什么那俩妓女被杀，撞死阿强，那走私车，赌场。全是我牵头干的，我认了。啊，就算我送给你的一份厚礼，我这点事儿你要是报上去，怎么也闹个大案要案什么的，估计弄个二等功啊没问题。这不痛快，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对你，嗯，没什么，就是痛快点，干脆把我判了得了，省得我在这牢里受这份罪。他妈天天跟这帮人渣在一起，我受不了。你以为你不是人渣子？你是最大的人渣子。张峰啊，什么时候立案起诉你，这真由不得我。这个忙我还真帮不了。你可别蒙我。你不能定，谁定啊？哎，这些事情都得你定，我怎么能定呢？我定。嗯？嘿，我这条小命在你们手里攥着，说给一个窝头肯定不会给一对儿，那我定。张峰，我们坐这儿不是听你讲故事，你要是不说我们想听的，那咱们就这么耗下去。你呢，就天天去那牢房和那些人渣混。这样，你们都想知道什么，说出来。我看我知道不知道？我想听听你张峰所干的那些坏事到底是受谁的指使。
哦，我受谁指使干的这些事儿？我能受谁指使干这些事儿？我这么大干部，这不笑话吗？别充好汉了，张峰，也没有老板的签字，你能拿得起几千万贿赂天都吃你这贪官？贿赂？什么贿赂？别装糊涂了，杀了那两个女孩，不就是因为他们拿了你那个记录着龙腾集团贿赂天都市一些贪官的账本吗？你以为你抢走了他们的东西，杀了两个妓女就可以毁灭所有的证据？你以为你杀害了赵志刚一家，然后抛尸海上，就可以让所有的事实石沉大海？张峰，你错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全知道。也许吧，也许。张峰啊，张峰，你这么扛着有什么意思？别人全招了，都招了，而且把事情都推到了你的身上。你自以为得意的那个黑皮本子现在都在我的手上。小江，你还有什么朋友？还有什么兄弟？嗯？啊，我下面念一段给你听。刘建义，1995年到1996年，200万；田七贵，1994年，37万；申战，1997年，45万。1985年1月24000，1992年4月345万，还有，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哎呦，我是刘队，我这伤怎么突然疼得厉害啊？可能是该换药了，真的。你让我歇会儿吧，啊？我们先送你。刘润汉干得不错，找个医生给你。大刘审案的真是一绝，这两天再难的案子一到他手里，用不了三个回合。好好想想。走吧，我要到市委去。有什么就说什么。王秘书，王秘书，王秘书，刘队，什么事？去找聂明宇，一定要找到，必须要找到，马上安排见面，快！搞成这样，老曹，张峰说自己身体不好，你们这里医护室条件有限，如果不行的话，这个犯人保外就医就比较困难了。要不就请一个好点的大夫再给他看一看。哦，你看啊，像我们这儿呢，来的医生都待不长，是来一个走一个，好的留不住。哎，不是有一个技术挺好的方医生，他在休假，休那么长时间，能不能把他给找回来吗？那再说吧。别再说了。书记，找我有什么急事？明宇啊，有件事情大概你还不知道吧？说，在你们手里是不是有一个黑本子，记录着龙腾贿赂官员的账目？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呀？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为什么呀？啊！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本子
已经落到了刘震汉手里。这不是张峰交上去的，就是原来还有副本，肯定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纰漏。现在刘震汉已经掌握了你我之间的事情，今天我去看了看刘震汉枕张峰，张峰要扛不住了。不会吧？怎么不会呢？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必须做出选择。陆书记，能不能安排我的两个人到曹大娘那儿？这没问题，关键是你自己一定要当心呐，我们已经经不住任何的小挫折了，你明白吗？放心吧，不会再出问题了。再见，陆书记。进来。叶师长，去党校学习的名额下来了，一共是两个。好，好，好，这么快就下来了。等会儿和庞天岳联系一下，看看庞天岳是不是安排刘震汉去。好，我立刻去办。果真如此啊，大家就不要撕破脸皮了。是啊。王队，吴天宇，他怎么样？正在检查，你们赶紧进去看看吧。啊，大夫，他怎么样？枪伤正在痊愈，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个精神有点衰弱，需要多休息。组长。我们的时间非常紧，你看能不能在保证他睡眠八小时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审问他？那就关键看他自己了。王队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张峰，张峰怎么样？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啊。好，王队，方医生给他看病，咱出去吧。太好了啊！进来，好，那就这样啊。陆书记啊，郭正伟来了啊，请进。郭正伟，你请。陆书记，您找我。他来了。听说您到了市委当常务副市长了。这是钱市长刚才来电话，有可能吧？那您可得多关心我。你干政委几年了？四年了。不短了，也该动动了。我都这年纪了，还能往哪儿动？你有什么打算呢？是想进市委班子呢，还是继续在公安口干？我是学公安专业的，又在公安干了这么些年，当然喜欢干老本行。老庞明年就退休了，这个局长的位置，当然就是得是你老郭的了。陆书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嗨，你看我陆伯陵从来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呀。对对对，陆书记脾气我知道，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老郭呀，咱们都是聂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要互相帮助啊。这个案子一结，聂市长很快就到省里去了，只要聂市长在，咱们这些干部就可以大有作为了嘛，是不是？是。现在好在聂明宇的案子已经了结了，要不我真想替聂市长想想办法。
我看聂市长最近老多了。你有这个想法很好。现在张峰被抓了，今天你也听到了，张峰已经承认了，就应该交检察院立案。可是刘振汉还这么逼问着幕后的主谋，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也是啊，按理说刘振汉是市长的干儿子，你说怎么在这件事上就这么钻牛角尖呢？哎，真是没法理解。不是大刘，是庞天岳。当年省里要提拔他到市里，可是聂市长选择了我，他现在肯定是在报复。不会吧？怎么不会啊？我来。你想想。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过那现在该怎么办呢？你不是说要帮助市长吗？现在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咱们给张峰通通气儿，别让他在里边胡说八道，这样对市长的公子，对市长的声誉都是很不利的。市长不好说，我来说，你看能不能安排啊？应该没什么，关键是谁去啊？宁宇那公司有个保安，跟张峰也认识，是个刑满释放犯，这个人拐卖儿童，还没定罪，我看把他弄进去，让他陪陪张峰，怎么样？行，我跟曹大良说一声，就以投案自首的名义，把他安排在张峰的单间的旁边。对了，曹大良还是您推荐给我的呢。您看怎么样？还有一个退伍的特种警察，要到看守所实习一段，以后准备往公安口调，你看看能不能安排？您这大书记都发话了，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报告管教，报告管教，什么事儿？刚才他们问我的时候，打了我几下，我太难受了。等会儿。嫂子，来，我给你解开。坐。嫂子，快吃点吧，啊！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照顾你了。他们逼我回监狱，这都是命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条汉子，比那帮杂碎强多了。我这次进去，要是见到他，您放心，活着，咱让他舒舒服服的；要是死，咱也来痛快的。
别的我不能和你多说。你还有什么话？你告诉他，我要报仇，杀了聂明宇。剩下那一半，帮忙给我那个老爹。他一辈子也没享过我什么福。这是地址。咱们现在都是身不由己啊。不过我琢磨着，这日子也许不会太长了。要报仇，什么时候都不晚。今儿我把话搁这儿，只要您敢把您看到的都说出来，我做您的人证。只要我还活着，到时候了，兄弟，该走了。市长，今天上午刘振汉审问张峰，我去听了听，我总觉得咱们的工作方式有些不太好。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就不要管那么多了啊。柏林，放手让他们年轻人去干吧啊。张峰这么一抓，我的这块心病啊也就了结了。今天省里领导还打电话来问，说这个案子怎么样了。我说快有结果了，是龙腾集团的副总做的案，名誉的责任只是用人不当。省里领导说，这个案子如果是这么个结果的话呢，他们也会感到轻松的。案子这样了结当然好了，但是。但是什么？但是张峰已经承认了是几个案件的主谋，可是刘振汉还不甘心，好像在暗示张峰，让他供出来背后的主谋。主谋？张峰不就是主谋吗？这个刘振汉还要搞什么名堂啊？我总觉得刘振汉是个粗人，我怀疑他在受谁的指使，想把这个案子往什么人身上引。有些人是不是不把案子搞到明宇的头上就不死心呢？这不是乱来吗？好，我给庞天月打电话，让他把聂明宇抓起来。不行不行，市长，市长您消消气，关键的问题在张峰，只要他不乱咬，什么事情都好解决。张峰这个人我见过两面，如果他把什么事情都往明宇身上推，那这个案子就复杂了。哎呀，刑警队审人你还不知道，一下子审你个三天三夜不让你睡觉，有些办案人员再来点刑讯逼供，有什么话不能从嘴巴里说出来呀？张峰如果把全部罪行推到聂明宇身上，这事情就不好补救了。看来我有必要和刘振汉认真的谈一次。聂叔，只有面对大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短暂，你说对吗？在我的心中，你和明宇都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骄傲。大刘，我一直没有阻拦你调查明宇，但是今天我要问你一句，
你有明宇犯罪的证据吗？目前还没有完全。张峰已经抓住，这就够了。案子到此结束，这就是我的要求。可是没有可是。聂叔，我不能这样。从我踏进警察队伍的第一天起，奉公守法，除暴安良，这些您对我的教诲，我都铭刻在心里。这十年来，我都按照您说的这句话去做了。可是现在，现在怎么了？现在你又把我当包庇犯抓起来？还有你的冯姨和两个妹妹，都不愿意看到明宇被抓进监狱。难道你也要把他们抓起来？聂叔，监狱对任何违法犯罪的人，大门都是敞开来的。如果我们纵容了明宇，为他开脱，那么最该进监狱的是我。我和明宇是生死兄弟，我怎么能够忍心把他送上断头台呢？但是他现在做的事情的确是无可救药了。从他公司流出的贿赂党员干部的钱，这有数千万，而且从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名无辜的人死在他或者他手下的人的手里。我怎么能放过他呢？我怎么能让他走呢？如果这样的人，这样的罪行都可以逃脱法律制裁的话，那我们这国家也就没什么希望。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说了，这都是张峰一手策划的，现在还不能确定完全是张峰干的，必须让事实说话。既然这样，那就查吧。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必须答应。说吧，只要您不要求我违背法律，你能够做到，而且不让你违背法律。张峰已经逮捕归案，你应该主动提出。鉴于和聂家的关系，要求回避，撤出调查，案子由别人去办。明宇如果有罪，他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是，他上刑场的时候，我不希望是我另外一个儿子送去的，这让我和你冯姨在情感上都接受不了。大刘，退出调查，对你也是一种解脱，让别人去办吧，好不好？聂叔，这恐怕不可能。我已经安排你去党校学习，下次我看到你，希望你是我的儿子，而不是我的仇人。沈张峰时间到了。那么大劲儿，来，从这儿打。走，你说我现在继续把这个案子办下去合适吗？你什么意思？在想你的父亲求你放过你弟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真的要让我做出那些没有人情人性的事情来了？你不想干了？
我在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知道养我的父亲，求你放过救你一命的弟弟的时候，如果是你，于情于理，你会拒绝吗？我懂了，你犹豫了，你想逃避，你不想干，就因为聂明宇救过你的命，你的养父聂大海在求你，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你可以走，我不会拦，也没有人可以拦你，但是我王明会干下去，我会抓着聂明宇不放，因为我是光棍一条，我什么都不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职责，一个刑警的职责，我不能让全天都市的老百姓指着警察的脊梁骨骂。我自己去干。是时候吗？真想你，我的小姑娘，你好吗？不好，非常不好。我知道，又是你哥哥的事儿。你怎么知道？你不总说我是算命先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你心里边早有底了，对吗？严明，把我带走吧。你现在身体好点吗？那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啊。程峰，别装了，你没什么事儿。医生说了，你只不过是有点神经紧张，想耗着。那医生还说我需要休息呢。休息啊？行啊，你把那黑皮本的事儿给我们说清楚了，我让你休息。那黑皮本，你们不早都知道了吗？张峰，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你别自己把这机会给浪费了。刘队，王明不是说你不来了吗？啊，我来了。你们俩先出去一下子，我和张峰先生单独谈一会儿。行吧，这是违反规定的。没事。哎，你们俩看着点啊。是。刘队，要跟我谈什么呀？
咱们谈上个七七49天，我陪着你。怎么着？想让我背一个虐待犯人的罪名？张鹏，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作为明宇的朋友，跟你说一句，越早说，对他越有利。哎呦，我说的刘队长，哎，这么大个预审专家，我说你想过没有？万一我要是想害他，那我要是恨他呢？你也办过不少案子，遇过不少人。我说你怎么老是逼我呢？我不妨跟你说句实话，你看看这看守所，你看看这周围。要我说，重要的不是我，也不是你，而是你我周围的这些人，懂吗？那我们就更该合作了。这样才有一种尽快的铲除天都市腐败渣子的可能。天都市整个百姓都在等着这种可能。馆长，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和这几个月的工作情况。善后工作我全做完了。哎，小贺，你就不能直说到底为了什么？你身体蛮好的，工作成绩也不错嘛。你这以后你会明白。哎，贺馆长，怎么了？我听说你要辞职。你我心里都明白。哎呀，闹什么情绪？我看这样吧，晚上我给聂总打个电话，大家出来聚聚啊。晚上我去接你。啊！你有毛病啊你！刘科长怎么了？没事没事。新来的吗？啊，我是这儿的管教，这是特意为你做的。谢谢。慢慢吃啊。是。要求见刘震撼。好，你等着。什么玩意儿啊？我讲你，人一个人八个。说啥的？说啥？走。Thank you.
长。嗯。张峰一直在喊叫，说刘震撼私自用情伤了他。嗯。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怎么又是刘震撼？这帮子刑警队总这么霸道，我早看他们不顺眼。张峰怎么样？那可是贵体啊。明天让方医生给他看看。好吧，那我先走了。哎。小刘，到，到，进来。是。把这个水送给123号的张峰。刚才已经送过了。废什么话呀？让你送你就送。快去。是。哎呀，不是后边是胃疼啊。王医生，张峰怎么了？这怎么回事？昨天就开始叫了，差一点送医院急诊。是不是内脏的问题？昨天吃什么东西了？这大家都是一样的饭，别人怎么没事呢？哎，是不是装的？我想见刘震撼。我也说不好是什么原因。嗯，这个。我想见刘震撼。要不叫刘震撼来看看？让他干什么？那他又不是医生。我还真怕张峰让他吓成这样的呢。张峰，别见刘震撼了，好好养着啊。哎，老大。哎。看来突破口快打开了，因为张峰早存反水之心，我估计最迟明天晚上他就会开口的。刘队，看哪儿？局长，队长，看守所刚才又来电话了，说张峰早上大喊大叫的，又犯病了，现在已经把他送到看守所的医护室了，看来今天早上又没办法省了。曹大良在电话里说，张峰的身体非常差，近一两天我们可能都不能审他。庞头，看守所会不会有问题？别乱说。哎呀，虽然审问张峰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他人还没有完全到我们的手中。我担心，如果真出什么岔子……哎，你们俩给我回看守所医疗室，给我密切注意那儿的动向。好，是。庞头，我们走了。嗯。大梁，我觉得你要真要抓紧，要不抓紧的话，我预感要出事。二位，真是对不住啊。咱市局有规定，除非紧急审犯人。现在呢，已经过了午夜了，二位还是请回吧。咱都是一个系统的，请理解啊。这个我们看守所的主要任务还是中转关押，实在对不住，请上车。好，请。
关门。